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嚟 Angel 睇路团。咁我早前咧就有幸被 Concord Pacific 邀请我去佢哋正在兴建紧嘅项目 Zison Condo 嘅 Open House。咁亦都为大家录咗两个唔同嘅示范单位，一个系两房加钉，同埋另外一个三房嘅户型俾大家参考。Concord Pacific。協平西博集團，他們是加拿大最大的社區發展商。在1987年，他們在溫哥華打造了首個全北美最大型的商住綜合發展項目 Concord Pacific Place。 另外在1997年，他們繼往開來，將建設大型社區的經驗引入加東，在多倫多市中心起了 Concord City Place。 除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市中心之外， Concord 還在很多個大城市中建設了很多不同的發展項目。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位於北約克的 Concord Park Place， 面積接近有45英畝地，可以容納5000套住宅，而且它的位置是非常方便的，靠近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 Highway 404和401、地铁站和 GO Train 火车站，而且还有8英畝的公园、Community Center、Daycare、学校和各种店铺混杂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带大家去看看这一间两房加钉的 Penthouse 单位。这里是正门入来的位置啦，这个 unit 主要是用了一个暖色系来做配搭的。通常暖色系给人的感觉就非常之温馨啦，而且视觉上望上去的单位都是更加之大的。我们现在来到钉的位置啦，我们看到 staging 制了一张双人梳化和一张书台向度，其实他已经布置好这里将会成为一个书房，不过有时候朋友想在这里过夜的话，这里也可以 fit 得落一张 single size 的床，都完全没问题的。转过来厨房这一边有几个优点呢，我是很少甚至乎可以说是在其他新楼花那里是未见过的。他们所有的户型都配有 under cabinet lighting， 橱柜下照明，而且还有一些是配有 track or pot lighting。 这些位置呢平时可以挤盆栽啊，或者是一些装饰品上去呢，就显得非常有格调啦。跟着这个 penthouse unit 呢还有一个 magic corner， 入面是有一个 sliding basket， 那我们可以将平时很少用的沙煲冷餐堆进去，那就不会搞到个厨房粒粒乱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看到有非常之多的储物空间，甚至乎摆筷子的位置它都帮你想好了。还有星盘下面还配送了一个垃圾桶和储存杂物的架在那里，那些清洁用品啊、洗洁精啊、抹台布啊，通通都可以匿晒在那里。至于 appliances 方面，洗碗机、cooktop、抽油烟机、焗炉、冰箱、洗衣机及干衣机，他们都选用了德国高级品牌 Miller， 这个也是他们的卖点之一。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品牌，也可以上网查询一下，出去逐件买都不便宜的。来到洗手间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将成缝墙连埋浴缸的位置都使用了12×24寸的瓷砖，一来方便大家清洁，二来亦都显得特别高级。啱先呢还有一点忘记得跟大家提及的，单位入面无论是厨房定抑或是洗手间的柜门柜桶都已经装有 soft close 的 hinges and tracks。 我体验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你赶着出门口的时候，哪有这么好心机轻轻关上这些柜门先行啊。如果你都认同这一点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我、哦、Concord 起的高级住宅 custom closet 当然不少得啦，而且单位里面所有的 window coverings 都已经配送及安装好了给你，不要看小这一点啊，
很多新樓花都沒有跟窗簾，要業主自己洗錢買和安裝的。咁最後咧，帶大家嚟睇埋個 balcony 啦。新一期嘅 Seasons Condo 所有嘅 balcony 都已經配送及安裝好曬 wood decking 同埋 ceiling heaters 呢兩樣嘢，我真係從來都未見過發展商係會免費送埋俾住户噶。你話佢哋係咪細心到冇人有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参观完的 2+10 示范单位，室内面积有850尺，而室外面积即是个 balcony 呢也都有138尺，总共合埋整个单位是988尺，非常之适合一家三口居住，加多个初生婴儿都完全不成问题啊。参观完个 2+10，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这一间三房两厕的户型啦。室内面积有988尺，室外面积有175尺，一共是有1163尺，同样都是 penthouse unit， 亦都是用了暖色系的配搭，而且里面的配置都是大同小异，所以跟住落嚟咧，我就唔烦住大家啦，等大家可以细心欣赏下呢个三房两厕嘅户型啦。如果大家是对 Seasons Condo 或者是 Concord 的楼盘有兴趣，欢迎随时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 email 我，因为楼盘的 price list 或者 payment structure 是不时会有变动的，所以我就不将这些资料摆上来了。在条片的最后，我会摆埋个 floor plan 上来给大家参考，当然不少得还有我的联系方式啦。今天就是这样先啦，拜拜。